名叫闵子骞啊，他本是圣人的门徒，一位大贤，他的父闵德公是大夫之分，他的母早年病故，父亲又续了弦，李氏女过得门来，又生了二子，他便把那闵子骞是虐待不堪，亲生的儿恐怕饥寒，时刻惦念，见子骞饥苦，他不以为然，一样的孩儿，李氏他两样看，两样吃来，两样穿。这一年，眼看着天寒，霜雪渐呐，李氏他起下了狠毒的心田，给亲生的儿做了一身棉裤棉袄，在里面絮的是最好的丝棉，给子骞也做了一身棉裤棉袄，在里面絮的全是芦花团，表面上看起来是又厚又暖，其实那芦花随后可一点也不淌寒，闵员外只知道这孩子们都一样，哪知道李氏在内里暗藏奸。这一日是腊月初八，天气最冷啊，同云密布阴上了天，那冬庄的公冶长请大夫去赴宴，闵员外命子骞子文随父去学画坛，在大门以外员外上了马，小弟兄跟随马后边，不多时行至在村庄以外，在那边野荒郊，天气是夹着背的寒，不睁眼的老天哪，又降下了雪片，阵阵的朔风像钢针往肉里钻，只懂得闵子骞抖衣而战，在手中拿不住打马的鞭。
叫了声爹爹呀，双儿我走不动啊，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冷的天啊。是洋洋得意，你们俩穿戴一样，为何他不寒？分明是你这奴才又奸又懒，说着话怒冲冲翻身下马，夺过来皮鞭，那皮鞭一举好像龙摆尾呀，皮鞭一落像怪蟒把身翻，只打得闵子骞在雪地里滚，他揪住了皮鞭是苦苦的哀怜，求爹爹您饶恕孩儿我呀，冻死在中途路也不再让天寒呐、啊。闵员外越打越用力呀，唰啦啦猛一鞭给打破了棉衫，那芦花飘飘飞满了雪地。闵员外捡起一看，啊，是芦花团，忙回身把次子的衣服撕开看，见里面絮的却是最好的丝棉。哎呀，怪不得子骞身上冷，今天挨的打他有多么冤，不由己把打马的皮鞭就松了手，忙脱下外衣给子骞配上肩。儿啊，千错万错是为父的错，你亲娘一死我不该有虚衔，咱不去东庄赴宴了，快随父回家转呐、啊！见了你那后娘我给你报仇冤呐、啊！
天下了马，哎呀，把马交与子文，去往曹头算。命子谦先到书房烤火取取暖。您原来回本上房是怒发冲冠，进门来面沉似水，落下座。那李氏满脸陪笑迎上前，姚员外，您因何去而复返呢？是不是路难走，雪大天寒？员外说天寒，我并不冷，现在有个饥寒之人在面前，我问你，咱跟前共有几个子啊？李氏说共有三子在堂前。员外说他们哪一个甜来哪一个苦？李氏说三子都一样，不分苦和甜。原来说他们的衣服是否也都一样，在里面虚的可曾都是四面。这一句话问的李氏那脸上的颜色变，勉强的点点头说啊，都是四面。你员外闻听忙往外走啊，换来了子文与子谦。你们两个过去让你娘看一看那李氏一见低头无话言。你员外气冲斗牛，取出纸笔墨砚，笔走龙蛇写上边，上写着我妻李氏女，谋害强儿民子谦，今写休书一刀两断，任凭他改嫁李四与张三，下面写年月日恩豪斗印，唰啦啦扔在了那李氏他的面前。李氏一见只吓得魂飞魄散呐，腿一软就跪在了员外的身边。员外呀，七出纸条七未犯，七不该起下了嫉妒心田，求员外宽恩呐，容妻这一次，骑马上把子谦的芦花换四面。员外说那芦花本是轻微物，随风飘荡不常寒，三九天穿棉还觉得冷，何况是我儿子谦等于配着单，今日他几乎冻死在中途路，狠毒人你有何脸面来纠缠？你捡起这休书快给我走。忽然见那闵子骞强步上前，捡起来写好的休书
两手捧、啊、双膝跪倒泪洒胸前，爹爹呀，您把这休书收回吧，孩儿我替母求情啊，请你要容宽，儿的娘对儿的折磨儿无怨恨，乃是儿孝义不周才有今天，爹爹您千不念来万不念，念我娘照顾孩儿这些年，您今天真要是休了我的母，撇下我们弟兄三人，岂不更可怜？母亲在，是兄弟们暖来，我一个人冷啊。母亲一走，那可是我们三个人喊，爹爹您思一思来，想一想。事到临头，后悔难，后悔难。没想到被害之人反把仇人连，不由得二目之中也落下泪，前思后想，左右两为难啊。上才说出话来，那阴悲语颤，我那可怜的孩子，你想得很周全，儿啊，你若求情别来求我，去求你那娘亲，老不贤，您子谦闻听，扭身一转脸啊，又跪下母亲，带泪开眼，求娘亲您饶恕孩儿我，亲娘死后就靠着您呐、啊，把孩儿可怜，而把您当成生身母啊。您不该在孩儿的衣内续上了芦花团，倘若是
民走后爹给我们再续个继母，兄弟们也和我一样，你心酸不心酸？那李氏闻听是又羞又愧，伸双手紧紧抱住民子谦，儿啊，你对为娘十分的孝顺，为娘对你是心眼儿太偏，你不但不记恨为娘我呀，你反倒替娘求情，儿的海量宽，从今后为娘定要加倍的疼你，为娘不穿我也得给你穿。说至此语不成声，泪如雨点。闵员外见此情景，忙离座把妻子孩儿搀，我妻，你既然把前非改变，咱就算雨过天晴，不要再谈。撕拉拉就撕碎了休书纸，摆上了一桌酒席，居家大团圆。这就是鞭打芦花单一顺母啊，留下了贤孝的名万古传啊。